在这个聚落里，你能看到许多传统的客家建筑，阅读他们的祖先对子孙的教诲。客家村的三大特色，火房、八公跟水圳，这里都有，而且他们的水圳很好玩。这里啊，除了有传统的客家料理之外，还有许多创意客家味。这里是屏东万峦的客家聚落五沟水。在大武山脚下的五沟水有着四通八达的水圳系统，这是台湾第一个被文资法指定为客家传统聚落的保存区，可以看见许多客家聚落的经典元素。在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下，慢慢的有年轻人回到五沟水居住，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付出。老板娘，嗨！一到店门口，是我们大家都熟悉不过的早餐店铁板煎台。但是再仔细的观察一下，这家早餐店竟然是传统红砖房，就连屋顶的红屋瓦也保存得相当完整，感觉里头一定有着什么厉害的料理。煎蛋饼很正常，可是那个看起来不一般哦。对啊，有吃过吗？没有，我也想来一份这个。好，哈，客家小炒。Bingo， 答对了。加芹菜，这个看就看得出来了。是啊，好特别哦。是，我觉得让小孩子吃到不一样的风味，又有我们客家的味道。让他们融入进去，而且他们还蛮喜爱的。我小孩，我的家乡都在这边，对。那我也希望说回来做一些不一样的料理，融入在我们每天必吃的餐点里面，传承幸福的味道给大大小小的小朋友都可以吃得到。这真的好特别哦！年轻人回到家乡来，开的虽然是西式早餐店，可是却很用心的把自己家乡传统的味道融入在里面。对，感觉很棒哎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对食材也很用心，像现在这个特别强调那个花枝虾排，是澎湖来的。对啊，严选的哦，因为我们比较过好几间澎湖的花枝虾排，味道都不一样。可是最后我们挑选这一家，对，因为它的里面真的会有虾，虾肉好大，吃起来口感不一样。你要想要尝试看看吗？不再点会太过分，可以吗？虾排来。好 ，OK。好，那我先用萝卜缨给你哦。好，没问题。小小的西式早餐店由夫妻两人共同经营，在习惯客家味的老聚落中激荡出新滋味。客家小炒蛋饼。第一次吃到哎，现在帮我们吃蛋饼啊，还要另外加酱料。可是我觉得不用，它客家小炒咸度完全就够了。而且我觉得啊，客家小炒蛋饼最厉害一点就是他们家蛋饼的蛋煎得非常蓬松，但是它小炒啊是有咀嚼感的，所以搭配在一起那个口感滋味很棒。客家小炒蛋饼很有咬劲，越嚼越香。吞下去之后还会齿颊留香。萝卜缨蛋饼的萝卜缨原来是萝卜叶干，这可是农家自己制作的隐藏版食材，非常少见。将萝卜叶以梅干菜的方式处理，收藏当季的滋味。萝卜叶干跟猪脚肉炒一起，咸香咸香的独特口味，值得一试。感谢这创意的发想，让传统的味道有了新的味觉记忆，也让这片土地多了一个无法复制的味道。你的虾子花牌好了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我没有点这个呢。有啊，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试吃活动，你可以品尝一下我们的新品。哦，来对时间了。没错，我先吃这个，试试看。真的有虾子哎。是啊，难怪你会特选挑这个。没错，精挑细选的。那个炸的时间掌握了刚刚好，而且它里面。超 Q 的，真的真的，那这是我们的新品，你可以尝试看看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猜猜看啊，先吃一口看看。哎呦，感觉也是客家味哦。没错，它是道地的客家料理。肉饼可是有一个很咸的香味，
对，那种咸香咸香的味道是什么？咸鱼肉饼。咸鱼肉饼哦。对，这是客家人常吃的一道料理。哦，我打算做成汉堡或做成吐司，然后不用再加一些调味料进去，因为本身它的咸味已经够啦。我觉得很棒，你们都把它的口感做得酥脆刚刚好，然后它那个咸真的是，我觉得客家人的咸就是很特别，它是咸香咸香，不会给你死咸那种感觉。没错，没错。这家早餐店仅此一家，绝无分号。外地游客不用赶着吃早餐，来这里用客家口味的蛋饼帮今天的旅程点题，用创新的方式让人认识传统客家味。接下来开启文化探索模式，拜访五沟水最大的宗祠，沿着西圣路上典雅的石墙往刘氏宗祠的路线，仿佛翻开了台湾史册。从日治时期流行的洋楼和巴洛克式装饰，回溯到百余年前来台拓垦的移民从家乡带来的客家建筑，精细的设计看得出当时雄厚的财力，刻画的图文看得见祖先对家族的期许与叮咛。善为传家宝，忍是积德门。如果雨辰家门口的柱子也想写上这副对联，在客家建筑里呢，可以看到很多先人的智慧，值得好好认识一下。站长，我们该从哪边开始认识五沟水啊？好，当然要从五沟水历史开始啊。嗯，你知道为什么五沟水叫五沟水吗？它是开庄的顺序是头沟、二沟、三沟、四沟、五沟，所以它是照这个沿着河岸这样开发上来的一个村庄聚落，而且这里又是水源头。所以也不会再往上开垦，所以这边就只有到五沟。哦，那我知道像五沟水开垦的历史很长，大概多久啊？哦，我的祖先来到这里已经有200多年了。难怪我们在聚落里面看到很多建筑都是古色古香，很有历史的样子。那我知道到后来这边呢，刘家其实是这边姓氏的大宗，对不对？对，分布的大部分以刘姓为主，所以刘家后来在这里开垦到某一个富有的程度的时候，他们大家就汇集资金，然后来到这边盖这个刘氏宗祠。1864年新建的刘氏宗祠有着优雅的燕尾造型，纪念祖先的彭城堂堂号画上了与长寿久远的叠字同音的蝴蝶，一旁的彩绘有韩信与张良，勉励子孙要能忍辱负重，还有苏武牧羊、杨震跪地等图，都是用历史素材弘扬传统美德。大家看第一眼的时候会以为是彭城堂，是以为姓彭的彭家，对对对，因为彭城嘛。其实不是，因为那时候是因为刘邦他起兵于彭城郡这个地方，后来他当了这个皇帝之后呢，就把这个彭城郡划为刘氏宗亲居住的区块，啊，所以就这样带着过来。那像卯金起锐，以火腾辉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卯金，我们看卯金刀流，卯金刀流，对，就很明显嘛。然后卯是指卯时的，金是指太阳，卯时的太阳开启我们的一天的锐气。那以火腾辉呢？这个以火呢，当然是跟这个卯金是对应的。那为什么是有以火呢？是指太乙真人的火，以火腾辉就是说让我们的家族辉煌腾达的意思，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对联。哇，我觉得听站长这样讲一讲，觉得真的好厉害哦！这些对我们来说有点像猜谜的字句啊，其实只是古时候人们生活的日常而已。那如果像是宗祠的话，是可以进去看看的吗？可以啊，真的、啊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进去看看。我们走。好，谢谢。只要不毁坏物品，客家人祭拜祖先的宗祠其实是很欢迎人家参观的哦，可以对这个家族有初步的了解。好，我们这边呢有一个特色，我说那个我们这客家的特色就是说，在主堂里面呢会有女灯跟男灯，所谓女灯就是我们这红色的灯，是男灯就是那个白底红字的灯、嗯、女灯是指女方在嫁过来的时候会带了一对天丁灯，
挂在主堂上，就是带给男方的一个祝福。天丁。对，那男灯呢，就是在迎娶新娘的时候会走在前面的前导车，告诉人家说我们今天刘家人娶媳妇了。对，是这样。原来如此。而且我们的祖先有一个定下一个规矩，就是比较公常，这个就是为了不要让你分家的意思。他不会让你分散，就是大家共同持有这个土地的所有权。你知道我们这个刘氏宗祠的所有权，有假设你要卖一块土地，你要所有人盖章，请问你要盖多少章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敢想象，这个家族已经有200多年了，所以这个土地应该是非常非常多人共有的。对，要盖多少章？800多棵。800多棵。所以这是祖先有规定不能随便乱卖土地。对，所以他就是不让你分家，就是要大家一直凝聚在一起。真的好感动哦。其实看到建筑啊，这个建筑不只有很多祖先的叮咛，其实它的智慧也存在这里面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要求，没想到从200多年前到现在是开枝散叶成800多个人的大家族了，然后这些人都还有一个共同的根可以回来一起聚，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事情。除了深入建筑中，走在巷道中处处有惊喜。在五沟水有20栋传统客家建筑，但不是每间都维持得如此完整，许多修复工作仍然在进行中。这个守护公园，对，猫头鹰，这个就是它原本是一个倒塌的房子，整理变成一个小型的口袋公园。每间伙房都守护了一个家族在五沟建立起的故事，让祖先的家训能铭刻子孙的心中。像一等人忠诚孝子，两件事读书耕田，这副对联就传神地写出了客家人的勤耕与读。而这里也真的有件当年的重点学府，就不入刘泽不入刘爷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来刘家读书的人，你没有办法这个入流，就是在朝当官。读书做官方面也是一个指标就对了。没错，因为他们就是一门三贡生，夫妻两个儿子呢，前后通通考取了贡生，所以对地方来讲是一件大事。那这些地方乡绅们就觉得说应该要提升，除了他们家以外，有地方都要提升整个读书风气，就请他在开设了这个私塾，所以这边的读书风气非常的鼎盛。这栋观海山房被誉为五沟第一学堂，日治时期建造时采用了当时最流行的巴洛克式风格，虽然有着华丽的几何装饰和石雕，但利用女儿墙、墙身和建筑底座相近的比例，展现出了学堂的稳重。但是祖先要求的两件事，除了读书之外，还要耕田。没错。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去看这边很重要，就是水利设施。没错。好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好。这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广裕祖堂半月池，曾经供应附近数十户人家使用，是客家聚落常见兼具实用与风水景观的设施。而更重要的就是提供农田灌溉的水圳了。从上空俯瞰五沟聚落，可以看见用优雅的 S 型贯穿五沟村的河道，像是村庄的生命脉络，滋养着这片土地的万物。地方玩水，对啊，因为这个水呢非常的好，因为它是涌泉，所以呢它是恒温24°C。哦，早先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需要这里的涌泉。第一个它可以饮水，第二个它做灌溉，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食物的来源，光这个蚂蚱或者是鱼虾贝类这所有的东西，那包括养猪养鸡，水草就是它最好的那个食物的来源，所以它就是我们的母亲一样，供应了我们的奶水。生活在都市的雨辰第一次感受到，原来没有自来水管线，我们是可以跟水这么亲近的。对，纯净的水就是那么的美好和自然。来自大武山底的涌泉是大地给五沟聚落的礼物，双脚很快就适应了涌泉的冰凉。当农业不再是发展重心，五沟水的居民们没有遗忘水圳，也将它分享给来访的游客。那因为这里呢，它有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啊，它是因为刚好它是涌泉，然后它刚好西边高，
东边滴，所以形成一个错位，就是说，你大家印象中水是从山上流下去，可是这边却往水却往山上流，所以我们这里有一段地名叫做水流东。水流东。对，那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叫五沟水流东，家家出得好相公，哦，就是当官啊，或者是读书人的意思。地灵人杰的好地方。是是是。所以五沟水这个地名真是起来有字，这里的人跟水很有关系。是。那游客来这边都通常会体验飘飘河，可是今天不适合，那我们可以体验什么？好，现在正在做富裕的那个条纹二须爬，好，那传统一般叫做古塞基的，或是阿玛高啊，刚好来我们有监测的虾龙，去看看有没有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条纹二须爬。好，这样子。虽然没有办法玩水，但是我们可以做生态观察。走吧，走吧。花肚鲫是客家人帮外表亮丽的条纹小巴取的名字，闽南人则称呼它为昂巴高。他们曾经在台湾南部的水圳中随处可见，因为环境的变迁，数量大量的减少。五沟水干净的河道是目前还能见到他们大量踪迹的地方。这个放多久啊？这个不用放很久，它基本上我们如果有放饵料的话，它就会很快吸引，它就会进来。好，来你看，哇，我看它条纹了。这个就是这边的特有种。哦，你看它的鱼鳞在那个阳光下可以看到，好漂亮哦，难怪叫花肚鲫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它整个花纹就非常的亮丽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屏东石龙尾，就是我们现在在富裕的一个物种。那它本身它的叶子呢，就是长这个样子。它就是像圣诞树那种形状。对，像圣诞树那样形，它会这样子一个这样，所以一般就叫宝塔。早期会被拿去水缸里面种植。那这个是台湾原生种，也是在五沟水早期非常多，可是后来因为水菌啊，你每次翻耕一次呢，它的那个植株呢就会变化，所以我们为了不要让它消失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一直去富裕它，让它生长开花之后，让它种子掉在水土里面，然后这样子隔年水来了，它又会再重新再长起来。哇，我觉得好感动哦，因为像这边啊，距离都市一两个小时的交通车时间而已，你就可以回到那个台湾很淳朴很原始的那个环境，可以有这样子的这么棒的一个地方，都是因为有很多在地的人默默努力才有办法维持这样子的环境。对啊，把它留给我们，真是谢谢你们。应该的，我们本来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环境，我们是希望说可以把我们自己家乡的美好的东西就继续保留下去，留给我们的下一代，那也让台湾其他各地方的人也可以来看到这样的一个环境。其实每个人家以前都有这么漂亮的一条小河，但是不经意的状况下被破坏了，那让大家感受以前的美好，然后在自己家附近找到这条河，把它还原回去，就像那个千寻少女一样，那个最后那个神龙回家，把你的神龙带回家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的用意其实就在做一个教育的推广，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如果你家门前已经没有小河的话，可以来到五沟水这边，或者是爸爸妈妈可以带小朋友去看看，说原来原本的台湾是这个样子，是这么美好，有这么多生物一起生活在这个空间的。对，没错。从岸上看和亲自下水是截然不同的感受，忽然意识到我们踏进的是五沟的另一个聚落，清透的溪水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空间，多样而丰美的水草是一间间美好的房舍，为鱼虾们构建了安稳舒适的居所。从自然和人文都感受到了五沟独特的魅力后，站长说还有一站绝对不能错过。四季如夏，在炎热的日子里啊，就很想要来一杯手摇饮。五沟水除了有创意客家味早餐之外，还有客家风味的饮料。你没听错，其实雨辰也很好奇，赶快来试看看吧。就位在住家骑楼前，有座干净又简单的小摊，最明显的地标就是那株茂盛的史君子，还有些疗愈小物点缀着店面。仔细一看，价目表竟然有完全没看过的饮料。Hello，Hello， 雨辰你好，我来找你点客家风味的饮料了。有什么？
就是有我里面加了酒酿，酒酿甜酒酿，没错，颠覆传统的吃法哦。哦，好，凤梨。这杯老板娘特调是五沟村最热门的手摇饮料，准备的功夫可不少。自制的糖水用在地凤梨熬成的果酱，搭配红茶或绿茶或柠檬为基底，清爽又消暑。加上一匙酒酿，糯米发酵后微甜中带有嚼感，多种屏东在地味道结合，美味加成，创造出新的特色。哇，这提袋是你自己做的哦？对啊，是啊。为了环保，做一点小小的哦创意，好有创意哦！这样直接拿着，对，你看，哎，看起来很漂亮哎，有没有酒酿，然后凤梨，还有纤维在里面，如何？在屏东炎热的下午，一口下去就醒来了。我原本以为它会有很浓的酒酿的味道，但是其实还好，它就是淡淡的香气。其实我当初也是害怕，就是有些人没办法接受酒酿，所以是慢慢调整那个比例。对，哦，怎么会想说要拿酒酿来去做特别的饮料啊？就是酒酿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工厂生产的嘛，嗯，然后那时候想说要创新啊，就是对，就拿来加在饮品上面这样子。那凤梨啊也是就是屏东在地的特产这样子，然后其实柠檬呢也是我们这边自己农民自己种的柠檬。屏东的柠檬很有名。对，所以就蹦出了这个。所以现在会有观光客特别来这边喝？会还蛮多。其实我现在这个就是外客还蛮多的，都会来特地来找这个这样凤梨酒酿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手摇饮在台湾已经是不可或缺的，然后在五沟水这边当然也有，可是啊，它却把五沟水的味道融合在这一杯里面，所以下次来到这边别忘了带杯五沟水的滋味回家哦。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故事，用他们的大自然和人文写自己的故事。漫步五沟水，传统的客家聚落给你不一样的惊喜，客家风味蛋饼给你一天好元气，有着酒酿香气的特调是五沟水限定。上百年历史的火坊，记录着先民开垦的历史，牵系着五沟客家人的情感和生活。清透的涌泉是以往村民赖以为生的水资源，今天在肩负起保存原生种的生态责任。放慢步调，感受这片土地独特的风貌，这就是有着淳朴传统客家村风貌的五沟水聚落。